在维持这个姿势这么久啊，不知道伊在想啥，我来给伊测试一下。哼哼，就算要测验犯人，你嘛就要有新的步数来小替换。你安尼一百空一招用到底，敢袂伤落差？是啊，你真正超巴肚内蛔虫嘞！我不讲出来，你拢知我伫想啥。是讲你到底是伫看啥？咱咧点点无讲话。我吼、最近咧收集信华集团的资料，发现信华内底有四个查某囡仔，叫做四叶草，伊嘛是做阵你上好的助手。只要对这四大金仔下手吼，一定会当找到新的线索。来，莫讲吼，西对你无好啦。即落接近美女的机会吼，毋是常常有。第二啦，我敢是这款人。李冬雨，是哦。林美妍。陈小春，魏云进的嘛是盛发四叶草，那你是在想啥啦？无啦，师，这四叶草的代志哦，交我处理。不管你顶头那虫子啥品种，我绝对都袂落到去。去到维园，伫沙发内底，竟然甲高产这么近。无怪一开始，伊超过伊本毛家己身份。你变啥？你变啥？假装偷看我的物件。那内底拢是机密文件。那时阵文云替我整理物件，应该有看到我伫调查盛发的资料。干那凭这点，就更加袂当让西知影。即摆带伫阮家去的高文云，就是盛发事业查缉。你看，你看，查到纵火犯的嫌疑人啊！据线报，已经把灯被偷啊离开。哎，无啊，朱叔家的新闻刚查出来。新来咋了？你让我走去。出来，从这进行逻辑沟通。行。主席，忘掉，我有开一个相片哦，传我姐私交侦探的朋友，我有查出来。这人就是钱一文，有前科。我去飞龙信贷的时阵，就看到伊从胃内底出来，我就对伊转去厝内，伊行李款款就走来遮。我想讲，伊是毋是偷渡绕跑？我就赶紧同伊当主掉。怎么情况？当主掉，那呢？咱即摆是毋是爱报警？伊若是走去，就什么拢查无咧。即摆无证据证明会是伊绑的，若是报警，大条假车。我再讲，姚母无熟悉这个人啊，无一定有住处假。我看伊参详咧等人，咱先观察下。是。董事长，你咧干毋是发哥的手下？这一百万。等汤啊拿来，你就先坐出去。风头若过，你才阁转来。好。汤总，伊迄块敢若是钱诶，你讲拢无毋对，伊哩是提钱要落跑。虽然无证据证明是伊放诶火，但我只卖通证明，伊就是老郑来啦。主任，快点报警。是。
青木社长，你哪里来啊？看起来我第发哥的手下到这是无问题的，这个少年伊就是钱义文，有一百万是要走吗？是讲伊是替发哥做什么代志？敢讲放火烧成烤肉都是？哎，这刚刚来听到，有啦，你什么脾气？好，好。危险吗？那是杨姐被抓到，高总裁就会知影杨姐的工作也一家手人，安尼就麻烦了。是吧？你先安装上那边去。好，给。就到。那谁帅哥？苏文，你外面看咧，屋里拢在动静，随时汇报。是。金木社长，你来找哪家？你这样过来真危险。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？我是在调查，是谁人把姚母的仓库烧掉？我知道你们是同款，我代替姚母跟你说多谢。那想什么好说多谢？我替家己的公司查明真相，毕竟啊，这跟三方合作有关系。那真正有人故意放火，加一人赔偿，安尼嘛真好，敢毋是？敢真正安尼？今日走迄两个人，迄、那个少年呢，是伫火场出现的嫌疑犯；另外一个人是飞龙信贷发哥下家手人。这场火灾绝对跟发哥有关的，所以你无适合继续藏落去啊！什么意思？顶家你甲我讲，发哥起码替四天金矿做代志，业界无人知影发哥跟高总裁关系，也毋过你特别甲提醒。顶家你讲，做生意毋是靠交情，也毋过我嘛无讲唔对，咱三人交情。跟一般的合作方无同款，虽然你小姐姑姑讲要解约，但我其实你不是真心希望大风营造堕落。若无，你会冒着违背郭总裁风险，私底下调查这个案件。就当，你想想这样啦，我调查真相是件本分啦。若大风营造咧，三方合约签约进程。我无查好清楚啦，我是买下咧江小姐迄边遐，我唔才知影讲，当年就是彭瑶母咯，伊反背兄弟，唔才有江小姐无就一家团圆啊。我咧讲，我这世人上讨厌这种自私自利的人啦。啊，彭瑶母咧，伊这人啊，也总讲家己真牛啦，别人口讲拢无咧听啦，要同时去商场啦，还佫有去后家己的总部。现在公司要倒，拄啊好尔，我无可能倒三工的。那呢，你应该嘛要恨我才对。当年是我带姚母甲静辉去东南亚，我爱承担所有的责任。是安怎？你就这样怨恨姚母？我再讲，这是阮三兄弟甲江小姐的代志。想你讲到江小姐，你就特别激动。我就看袂顺眼啦，无其他的啦。哎，啊，即摆放火，煞手印走去啦。放火无一定讲我都破案啦。我看你回去也饭档个讲，叫伊准备袂得啦。卡苏，你知影当年是姚母甲你踢落山坎。卡苏，你就是江小姐等待28年的红彩进会，那年你的欢迎都真合理。
人家你信任我，那你我这做大兄就对不起你失望，我一定平安把你带回来。第一关就是见证。周董的，你是不是头壳搁错乱去啊？我是清风杨姐，我不是陈建辉的。我不希望我错乱，我不一定跟我自己说你是清风杨姐。我也知道天底下有很多生作一模一样的人，不过你最近所作所为，我不得不有其他的联想。县官乌色寡官的丑闻，一算得消停，要不从谋，做真多公代志。你这人万分意，也不过大风云中发生危机的时阵，你赶快愿意伫背后出手刀杀工，这不是一般的外人会做的代志。只有真正的兄弟才会安尼出头。也未查明真相，我跟奈美的关系也未解决。大兄实在，我今麦阁未当甲你收你。我阁最后甲你强调一遍，就当诶，我是青木杨姐。而且你后盖卖阁搞认罪是陈正辉啊！听到你讲的兄弟情，我真正足感动的，不过歹势，我承受袂起。